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二十级。啊！他们这都开图了，他们是发了好多天都是第一天的那个。啊。都那都删了得了，不是他这视频轮播他自己网上放的，他指不定放哪天。你要想看哪天的轮播，那你就那啥呗，自己调一下那个直播回看。对，去看看直播回看呗。那我把27的都删了，我留几个，哎呀，我这几个也不留了吧，我就留几个视频得了，我就不留那个直播回放了。直播回放大家要想看那就去那个，对，就直接直播回看，我就放点视频。你觉得自己能走着离开吗？ Yes 哇扎，这把我这天赋不灭，我这不砍死你啊，你给我起飞。我让你知道知道。恶魔形态各异，砸不着啊！不灭逆天，那也没办法了。那我带错了，我带的蒙多呢，我忘点了。那就出破败。中风，为啥中风打不出来不灭呢？中风，扎，咋的？这不灭消耗不猛啊？怎么的？你不回家呀？你爱回不回？狩猎永不终结，无处可藏。我疾跑一开，你怕不怕？我就问你怕不怕？不敢上，勾引成功，收。想杀我吗？你可以试试。斩去谗言。声音的越多，他们似乎就增长的越多。先来个攻速海，
这把带个不灭，这就出冰拳吧，或者就出分离者也行。冰拳好一点，可以更幼一点，就是那个护甲可能没啥太大用。你让我摸个不灭能怎么的？怎么的？旁边有人呗，就装的能不能像一点稍微？装的能不能稍微像一点？你出来吧，我都看见你了，别搁这藏了。宽恕他，我会砸人。怎么的？中风？他不敢踢，撤！你俩，我应该能杀。女警来点一枪，可以。领神斩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挺有意思啊，要杀我，小贪一波，回家破败。R E 猴哥故意扭的，那肯定得扭啊！那这基本的东西都没有的话，那他还怎么当主播呀？不能说怎么当主播。应该说是怎么当高端主播。海边的悬崖上，我遇到了一个最奇怪的物品，还有四只脚。插个眼儿。
往哪跑？中风。离群之刺，非常的离谱。什么意思啊？干哈来了？哎呀，炸没了！什么意思？说句实话，我有点想出盾弓。不不不，不合适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嗯，还是出冰拳，然后补个叉子加无尽就 OK 了。补个叉子无尽加15。早在刀剑和魔法出现之前，言语本身就可以拯救灵魂了。刚才塞纳是不是交闪了？多管闲事是不？喜欢管闲事啊，这塞纳喜欢跟我俩管闲事儿。这干什么呢？这是在干什么？打不着。上路是啥？塔姆。没怎么见着过呀。700。回家出装备，中风，打个爆破。我来了。
非为了杀戮。拿走，起飞！刚才有的人可能不知道一个东西啊，就是说那塔姆身上不是有心之钢吗？我们刚才在草丛外边身上有这个底 buff， 看着没，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搁草丛里边，这就小细节。我都抠着他回血了，我就不管他抠着回没回血，就身上这个心之钢你也要知道，明白吗？恶魔形态各异，于我而言一概是猎物。但我那回血我确实没看见，我没瞅着我回血了。这回血没瞅着是属于眼神问题，但不是属于细节问题。哎呦我，这你们不都死了吗？这啊，收！88。来这个，亚扎卡纳会让受害者陷入情绪的可怕轮回，怀疑自身。这样我们暴击也有。哎呦，谁暗示大宝宝了？起飞！不理解狗头人为什么要担待，狗头人担待还用理解呀？狗头人喜欢扣兵不行吗？往哪跑？我烫死他！
这不是记仇，这他引我，那没办法，引我。